我到了这个红罗女文化园，我们看看这个，好多这个作家和画家都是用它作为素材来弄一些创作。我们绕一圈看看，离远一点。这有人拍照。红罗女。他拿着应该是个笛子。大概得有六七米高呢。这边是个小喷泉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石板上写的什么。红罗女的传说，梦红罗。朝族，哦，这是朝鲜族的。进里面走一走。这有个小木舟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小凉亭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去聚心亭，我们上去坐一会儿。这有姻缘锁，上去。哇，这边能看到瀑布，也很美。凉亭上，取点东西，背后就是瀑布。这个二层小凉亭真好啊！就是自己。